前进大埔乡的路程需要一点半钟，才会当省进油雅景致水库风光，来一抓无容易。每当所举办的水库节，就亲像是家乡过年同款闹热。大埔乡长吴明坤安排舞台空间，请在地的新住民展现舞动的热情，佮特别邀请大埔在地的子弟新雅文莅临献唱，乡亲欢喜专注聆听好歌喉。前进大埔乡路程需要1.5小时，接连上进优雅景致水库风光，那一抓是不容易。所以每年所举办的水库节，就如同家乡在过年一贯的闹热。大埔乡长吴明芬也特别安排舞台空间，也请到在地新住民大展舞动的热情。我们的成员有来自越南、印尼、柬埔寨、大陆，他们都是一群很可爱、很美丽的小姑娘，嫁来我们大埔。白天除了采茶，还有其他的工作，出工都要做。晚上呢，就用在7点到8点的时间呢，在我们大埔北极店跳起广场舞。由他们的舞蹈中看得出他们的快乐，看得出他们的团结，看得出他们的自信。在艺人献艺方面，也特别邀请大埔在地主的新雅文莅临献唱，乡亲欢喜专注聆听的好歌喉。那我刚刚演唱的歌曲，讲真的，第一首《回来阮的心》就有点回家的感觉，《回来阮的心》。那第二首呢，《痴情女》，唔惊风，唔惊雨，就是我们今天风雨无阻啊、哦。所以说今天呢，我抱着就是要好好把这场演出做好的这个决心，我就是要唱我家己人，唱我咱家己人、家己人听的心情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我把感情呢都投进去了。那我希望呢，我们以后呢，大埔的发展越来越好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水库节呢，以后每一年比每一年都还要更热闹。真侪大埔乡子弟在外打拼，近年来在大埔乡的进步也传递到外面。新雅文看到家乡成长，特别是感到荣耀。咱雅文是咱在地囡仔吼，所以咱伫即个水库节吼，咱邀请吼伊转来来遮吼来表演，互咱的乡亲啊，各位朋友吼来即、這个来听的时阵吼，伊即个义务吼转来吼，免费来替咱大埔乡来做宣传。其实吼我真欢喜，因为咱有真侪在地囡仔拢伫外口咧发展。伫咱趁着即个水库节的机会，咱会当倒来遮，吼，除了讲表现予咱在地乡亲，上深的意义就是讲，因长期伫外口咧打拼，其实有机会嘛会当予搁较侪在地遮个乡亲搁较侪来甲伊认同，所以今仔表演非常的精彩。乡长也带伊参观漂流木小提琴。这是展现未来观光文化特色的地方，新雅文也希望有机会能够为家乡大埔来尽力，伊一定全力以赴。谢谢新闻蔡明堂，大埔乡蔡永国德。哎，母啊，馆长在网络顶边讲要推一间厝呢，是有影无影啊？困莫困，卖眠梦啦。要来吗？要来，要来，要来，要来吗？扛加一，扛加一，扛加一，太棒了，棒了！小宝豪，加一游戏，要不要加一 ？Go！欢迎来加一。这会来加一。欢迎你们来嘉义县消费，总价值1000万的奖品，总奖项超过1000份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